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阿曼，我是郑鸿仪，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看透透。这是咱的后靖溪的高雄，好，那么现在查出来供日月光偷偷的埋暗管，好，把毒水、把废水啊摆入去这条溪。日月光的头家是张前生先生。日月光一年啊，做2200亿的生意，好、哦，伊个人的财产有960亿，想到伊都较有钱，好、哦，那也要偷偷啊，把这个毒水摆入去咱的后靖溪，伊佫包饲查某，一个月100万，已经包饲10年，想到伊有钱，好摕去包饲查某。要偷偷啊，把这个毒水摆入去后靖溪，安尼糟蹋，安尼蹂躏，安尼践踏咱的好山好水。伊讲啊，啊无啦，即款无故意的啦，疏忽啦，好、哦，你相信吗？所以，甲罚60万，甲罚12万，伊会惊吗？难道这样不该停工吗？哦，今天啊，我们要好好的来讨论，而且和大家看看台湾啊，自从有了看见台湾以后，咱大家讲哇，原来啊，咱的溪啊有偌济溪拢种咧哭，拢种咧练目屎，为什么？因为内地啊，也当讲是山河变色。好、哦，今天邀请到的。啊，第一位呢是师大化学系的教授吴嘉诚吴老师，吴老师你好，洪医师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好，另外邀请的是立法委员黄伟哲，黄委员，黄委员你好，洪医师大家好。好，两位资深媒体人中联黄联黄你好，洪医师高碧荣前大家好。好，以及陈金兰，金兰你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可爱的啊，这里、个、后靖溪哈、啊，请大家看，这是后靖溪的原貌。其实本来啊，溪啊真清，真水，好、哦，照你讲，这里底有鱼啊，好、哦，啊，这会当放风吹，甚至会当好好啊过船啊。后来后靖溪啊，去用污染，去用污染，所以呢，啊，后靖溪啊，高雄市政府，好、哦，都去加整治，开足侪钱的。好、哦，整治了的后靖溪变安尼，未歹啊，对不？想未到后靖溪，啊、哦，重金属污染的后靖溪变安尼，所以，哈、哦，所以才会有这一张空拍图，这就是即卖后靖溪。彭国志报讲，一年做2000几亿的大厂，竟然啊，偷偷的排。致癌的废水，好、哦、可恶啊！日月光毒害台湾，可怜呢。本来咱的后靖溪是安尼，即马变安尼，好、哦、来莲花，你讲啊，无啦，我是不是蓄意的？你觉得不是蓄意的吗？我认为他一定是蓄意的。嗯，这摩柯林不是蓄意的、哦、因为我刚好大概2-3年前有机会去看过后靖溪哦，去第一挖高雄大学去站哦。真的，那时候整治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啊！我们在河边其实也闻不到什么臭味，还最终就清气。嗯，高雄市政府开37亿去整治后靖溪，嗯，好不容易有一点点初步的成效，结果日月光这样废水一倒哈、哦，因为一个无良厂商，你废水这样故意排进去之后，37亿可能就没了。嗯，而且将来要花多少时间、多少金钱才能恢复，不知道。嗯。日月光就把推脱光啊，没有，是我的设备异常，所以废水不小心排出去了。嗯、那我请问日月光的老板，如果你的设备是异常，为什么在你的采样槽里面会有用自来水稀释过的水，专门是应付人家检查的、检测的？对、嗯、啊，这是 K7 厂，我也可以查到 K11 厂，嗯，讲把那个水槽吼作为地下行的，嗯，
如果你是正大光明的那个污水槽，哦，为什么要藏在地下室？为什么被作为地下室？作为地下室的目的就是我不会让看到嘛。作为地下室其实成本愈贵呢。对啊，啊，为什么被开这多的成本？因为我不会让看到嘛。是啊，不会让看到，什么目的？一定是里面有一些事情是不能见光、见不得光的事情嘛，才把它藏起来嘛。所以你今天要全。专台湾人民讲相信讲你这我这是设备异常，我唔是故意的。我不相信，因为你这不是一次排放。高雄区环保局是10月1号查到，我相信10月1号查到绝对不是第一次。因为之前可能有偷排，但是一过去就罚几啊遍啊，就啊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啊，所以我觉得日月光当务之急呢，我是很支持高雄市政府做法，请勒令停厂，然后等你提出具体的改善。跟可能对相关的损失造成赔偿的措施之后，你才有资格说可以恢复生产。是，这是啊，今天的《苹果日报》讲日月光啊，他都在讲的是 K7 厂，对。今麦发现讲，哎、欸，那 K7 厂，够 K5 厂，够 K11 厂，老实讲，高雄嘛，好 K 的满头包啦，啊、讲日月光的 K。五厂 K11 厂暗管排毒水，还是啊？你的功能净呆，那也得暗管呐、啊。有啊，好、哦，为什么需要暗管呢？安尼，好、哦，所以啊，伊讲是有怀疑是有计划的规避稽查，简直是无法无天呐、啊！大家看麦啊，这水排出来啊，鬼拢起泡，哈、哦，鬼拢起泡，敢那庙管家买起泡。好，那么啊、这个到底情形多严重？应该怎么应付？罚款他害怕吗？这水有多毒？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，先休息，进广告。